往纪元时代，赤月魔神四处作恶，为祸苍生，终被蓝月神王斩杀。然赤月魔神身躯虽死，但元神未灭，终化成为四凶，再次肆虐人间。但蓝月神王已是油尽灯枯，陨落尘世前，将神力注入月亮，成为蓝月，封印四凶。数千年后，封印被破，赤月再临，四凶相聚，重塑赤月魔神之身，再次肆虐蓝月大陆，屠戮生灵。蓝月大陆的最强王者战神殿长风，肩负起保卫大陆的重任，带领法尊殿至强高手慕容天歌、道灵殿明月以及蓝月大陆三族联军闯入魔神宫殿，与赤月魔神进行殊死一战。烈龙斩！雕虫小技。如此地步，自是金丹，不愧为上古魔神，竟如此难缠。蓝月合击。明月，你要干什么？为了蓝月大陆的苍生，为了长风。大哥，赤月魔神太过强大，将来蓝月大陆就由你来守护。天哥，明月住手！魔神必须死！天哥，明月住手！住手！长风，长风，明月，说好永远在一起。明月还是做不到，对不起。明月先走了。大哥，若是一切能重来，我一定会变得更强，强到能保护你们每一个人。
强风，强风，强风，还在睡懒觉呢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明月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，老婆，真的是你。强风，你干嘛？耍流氓！杀猪婆，说，欠了一个月的猪肉钱，什么时候还？哎，就不，杀猪婆，我的新大姨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。记得回家吃饭。哎，明。新鲜的魔兽内核，战神殿武器大甩卖。妖商要见卖见卖！哎呀，好听话的猴兽啊！长风哥哥，哎，前几日用我爷爷的太阳水疗伤，效果还好吗？好着呢，谢谢你啊，谢谢药劳。哎，哦，行了，这几日有时间，你们去一下灵剑山崖底无忧谷，在那里有传说中的五桑花。五桑花？真的呀？真的。哎呀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老夫我研制了一辈子的终极法力药水，哎呀，这有着落了啊！爷爷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是啊，是啊，谢谢长风兄弟，谢谢，客气了，谢谢长风哥哥。到灵殿装备大甩卖了！哎，长风，长风，我现在研究了一种新的唱法，你等我唱给你听啊！啊，我知道，阿姨，你的歌啊，五年以后一定会红遍整个蓝月大陆。真的呀？真的。那我火了，一定要找你做我的经纪人。快拿好你的武器，跟我一起称霸，用好你的武艺，一起纵横天下。哥的兄弟最中意蓝月和鸡的功力，拿到东山战刃，把对手全部都给击毙。要这义气，有毅力，才能协力出神迹。在一起，接着给队友们相互激励。在这蓝月大陆，我是元宝大户，把那些才出道的小兄弟全部纳入。跟我冲锋冲，一起去攻城，给你封攻封，让他们都称臣。字典里没有淘宝的词语，也不会用和平来造句。什么图腾战士和什么装备，刀枪全靠你的造诣。这就是那么狂妄，就是那么暴力，强者才能存活，不讲任何道义。现在立刻快来跟我走，保证让你在蓝月大陆获得所有。来吧兄弟，跟我一起干吧，为了兄弟我们一起厮杀，好的兄弟一起主宰天下，是兄弟就快来蓝月大陆和我称霸。来吧兄弟，跟我一起干吧，为了兄弟我们一起厮杀，好的兄弟一起主宰天下，是兄弟就快来蓝月大陆和我称霸。我会住手！牛峰，大哥，哎呦，这不是清溪镇的大傻吗？这下好了，大傻二傻都凑齐了。赵小王，我告诉你，我慕容天哥总有一天会练成怒雷诀的，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。看来啊，我等不到这一天了。上！等等，天哥。这些杂碎大哥帮你搞定。你龙，斩！暂时饶你们一命。大哥，我们抓紧溜吧。好，走。站住！吓唬本大爷，知道是什么罪吗？死罪。
大哥，你什么时候练了这么厉害的功法？嗨，吃饭啦！明月，我们来了。大哥，吃饭了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保护好所有人。我要变得更强，更强，更强！我要成为蓝月大陆的守护者。一切按照计划行事。是，大人。给我，以后这种脏活累活啊，全都交给我来。你好好休息。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以前叫你和天哥过来帮忙，一个跑得比一个还快。你今天忽然变得这么好，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？那我就想说，你真好看。大哥，明月，你们猜我拿什么回来了？什么？赤血剑，这可是法尊殿的终极装备，哪儿来的？我今天在广场摆摊的时候遇到一个油坊商人，那个人啊根本就不识货，我才花了20个元宝就把他买来了，怎么样？20个元宝，哪来的钱？说。那个，就是咱家床底下不是有一个箱子吗？那可是咱们的全部家当啊！哎呀，明月，你听我说嘛，我有了这把赤血剑，修炼速度就会加倍，到时候进了法尊殿，成了英雄，我们不仅不会缺钱，还没人敢欺负咱们了，是吧，大哥？天哥，这把剑只不过镀了一层冰火漆而已。明月，什么都没了。小天，做英雄会死的，以后不准再说要成为什么英雄了。你们由我来守护就好。恭迎王都使者。三位族长，东方赤气弥漫，乃赤月魔神蠢蠢欲动之象。魔神心脏所化的四兄，怕是已打破封印。三位族长应放下成见，齐心协力，共抗赤月魔族。我战神殿全族结兵，剿灭魔族，义不容辞。灭杀赤月魔族本是我法尊殿本职，只要其他二族不故意挑事，我法尊殿自当竭尽全力。我道灵殿上下已经做好万全准备，敬请使者大人放心。三位族长能联手，乃我百姓之福。我代表王都感谢三位族长，只不过光靠三族联手还远远不够，找到神王之子才是关键。神王只是个传说，但从未有人见过。神王之子千年前出现过一次，之后便飘渺无踪，该如何寻找？针对全大陆的十方天境试炼即将开始，或许可以找到神王之子的线索。看什么呢？看我老婆呀。哎，你最近怎么老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？明月，我在看你那块玉。玉？
这块玉其实……大哥，大哥，明月，那个骗子我没找到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马上就可以把钱给赚回来。来，瞧一瞧，这是什么？三日后举办十方天境试炼，只要通过试炼就可以加入法尊殿，到时候元宝想赚多少就赚多少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干什么？大哥，你不许去。只要你还认我这个大哥，就不许去参加试炼，更不能加入法尊殿。如果你信我，我保证你有花不完的元宝。因为你也是，不能去，哪儿都不能去。答应我，疼，哥哥，哥哥，我答应，我答应你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我就带你们去赚元宝，赚好多好多花都花不完的元宝。我去准备，明早出发。大哥是不是得什么病了？挖到了！挖到了！大哥，我们发财了！天哥，天哥，啊，看，嘿嘿，冲！天哥，石头挺沉的。大哥，我告诉你。能发财累死我都愿意，是吗？那我先走了啊。好，你快点啊！哎，你们怎么那么少啊？等等我！成功了！耶！大哥，我们趁着打铁再来几把吧。好。大家快来看看啊！卖剑了，卖剑了，卖剑了！绝对比法尊殿要便宜。多少钱一把呀？哎，我有，我来一把，我来一把，不要错过啊！绝对便宜的赤血剑。耶！赚钱了，赚钱了！走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只买了一身衣服，没有买武器啊？你这样，我们俩怪不好意思的。我的武器啊，不在这儿，有需要我自会去取。竟然选了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武器，巧合吗？哎，大哥啊，刚刚武器店老板说，这个能增强火焰法术，是这样？还是这，哎呦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不是，你怎么把大哥给传送走了？怪我了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我，哎呦，还好你只是初级传送，应该传到不远，咱先回家吧。大人，我已顺利潜入桃林殿，隐殿钥匙已是您的囊中之物。干得好！您找到神王质子了吗？不该问的别问。是大人。哎呀，看来得早点教明月控制力量，这丫头的潜力真是大。赤月魔神的力量，三族族长都敌不过，一个人去又能做什么？师父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为师如今就将毕生功力传授于你，这样一来，你才有一线可能
大败噬月魔神。师父，你做什么？小朋友，你在我这无言居面前做什么？哎，见面也是缘分，进去喝杯茶吧。师父，哎，不，师父，师父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乱叫师父。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嗯，告辞。哎呀，你，神王之力，神王之力。喂，喂，别跑啊你，还走。你还跑不跑？我跑了，我认输，认输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老夫在这深山无言居清修数十年，无人知晓。我跟你素未谋面，但是你一见面就喊我师父。还有，这身上的气息很熟悉。还有，你手上的戒指。究竟你是谁呀？啊，说，不说啊！岂有此理！真的不说？好，你不说我就打到你说。嘿，说不说？不说，不说，真不说啊？真不说啊？啊！哎，师傅，你饶命！哎呀，前辈饶命！我说，诸位，蓝月大陆经历了千年的和平，如今赤月在临，四凶兽有死灰复燃的迹象，他们一旦齐聚，赤月魔神势必复活，届时悲剧将再次重演，这片大陆绝不会再有一片净土。至此存亡之际，你们每一个人的选择都将决定大陆的未来。孩子们，是时候拿出你们的勇气和担当了。通过十方天境的试炼者即可直接成为战神殿、法尊殿和道灵殿的入门弟子，无论是地位还是财富，你想要的一切我们都可以给你。斩魔族守蓝月，请和我们一同保卫家园。斩魔族守蓝月。天哥，你要是被长风知道你来这里，你不说我不说，大哥怎么会知道？放心吧。哎，你怎么打人了？长风，你干嘛？怎么回事啊？走，都跟我回去。大哥，我不走。大哥，我们从小一直被人欺负。我只是想证明我自己怎么了，有错吗？对呀，就是有错呀，真是的。这位少年说得好啊，保卫大陆、建功立业是英雄所为，你为什么要阻止他呢？就是啊，凭什么阻止他呀？你自己没干什么错呀？建功立业，真是的。天哥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走还是留？我不走。大哥，我跟你商量一下。滚！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丢下的。谁是你大哥？神经病！对不起啊，我认错人了。
老长风，去找找他吧。他若想回来，还认我这个大哥，就绝不准加入法尊殿。长风，以前是你天天嚷嚷着要带他去做英雄，那现在你为什么又非要阻止他呢？明月，你不懂，做英雄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你们由我来守护就好。可是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这样做，你不觉得有点自私吗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。大哥，今天我一定给你抓只大野猪回来。大哥，我们一起去练功。大哥，我是你捡回来的，你不会像我爹娘一样把我丢下吧？不会。是啊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大哥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呀？做英雄会死的，以后不准再说成为什么英雄了。成功了！呀，敬兄弟，多吃点儿。谢谢大哥。哎，爽了！我就让你一次。就算你加入法尊殿，也未必能成为英雄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，那回去道个歉，认个错。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也可以啊。回去，走啊，走，走，走。谁说你成不了英雄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师父。师父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哪来师父啊？你是神王之子。神王之子？大叔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可没时间陪你玩，我还要回家吃饭呢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现在信我了吗？跟我走，不出数月，你便是蓝月大陆最强之人。从此这世上就不会再有人小看你了，包括你大哥。我真的可以做英雄吗？当然可以。啊，师父。狂暴冲锋。以前从未见过此人，他为何掳走天歌？天歌没回来。天歌要是去了法尊殿，说不定他真可以做英雄呢。做英雄？为什么要做英雄？做英雄会死的。做英雄有什么不好啊？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？
这样下去，天哥和明月必死。又是神王虚影，师父，神王之力为何会在我身上？有可能是你把它引发出来的，又可能是这枚戒指成为引子。师父，神王之力该如何使用？神王之力就是王者之力，需要通过特殊手段才能将其引发出来。这股力量像这棋子一样分为阴阳两极，阳之力能量无限大，可以用此力量影响身边的人，阴之力像一个无底黑洞，可以不断吞噬其他人的力量为己所用，阴阳两极合成才能成为真正的王者之力。依我所看，你身上的应该是阳之力。师父，那如果我能用这股力量驾驭蓝月之火，那师父您就不会、天道之秘不可妄言，可能老夫这一次能亲眼看见你斩杀赤月魔神了。师父，您现在话可真多呀、您干脆改个名字、叫有言居士如何？臭小子，哎，接好了。哎，好好领悟蓝月之火。未曾想居然还有一个神王之力，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了我吗？可笑。长风，你是不是想你那个大哥了？我和大哥明月自小无依无靠，相依为命，感情比亲兄妹还要亲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分开。你可以把他们接来一起生活。真的吗？别高兴太早，你若不把幽火诀练成，一切免谈。我保证一定会练成的。师父，您对我真好。我居然能那么早就掌握蓝月之火，还拥有了神王之力，看来这次真的不一样了。如此一来，我应该提前去见我的老伙计了。来者何人？此处乃是封印赤月魔族东方守卫之地，神兽青龙在此，还不速速离去？老刀，别撞，谁不知道那封印早就漏了？不过你放心，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现在就问一句，愿不愿意跟我去看那很多很多的小姐姐？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叫刀爷？你怎么知道此处封印漏了？你又怎么知道我喜欢小姐姐？废话真多，放肆！以无之血祭汝之魂，神龙战刃现！又见面了。神王之力蓝月之火，你究竟是谁？别废话，我把记忆分享给你。哈哈哈哈，
来是这样。主人，快带我去见小姐姐吧。还是那个死样。小姐姐给刺破了。哎呦，不错，你已经掌握了。哎，来追我，来追我。长风，天哥，你们到底去哪儿了？恭迎法尊。如今你已进阶法尊，那个位置现在属于你。法尊一位已空悬百年，如今法尊现世，实乃我族之大幸，我等定誓死效忠法尊。誓死效忠法尊，誓死效忠法尊，誓死效忠法尊。明月，长风，你回来了，我找了你好几天都没有找到，前两日是我说话重了，对不起。明月，是我不好，这些日子让你担心了，我这就去找天哥。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才最重要。对，大哥，明月，天哥。死哪儿去了？这么久没有音信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天哥，哎，你们俩都回来了，真好。哎，明月，这是我给你找的召唤术，很珍贵的，送给你。召唤术，把东西抬进来。召唤术，箱子打开，怎么样？天哥，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？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，我现在进阶法尊了，就连长老玄云都要敬我三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来接你们，以后啊咱们就可以在一起了。把东西抬屋里去。好的，大人。
我们哪儿都不去。你先告诉我，你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进阶法尊的？明月，看到没？大哥呀，被这些好东西给吓坏了。别理他，我这还有更好的呢。来，这个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护身项链。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喜欢吗？好看什么好看？慕容天哥，你必须马上给我离开法尊殿，否则……长风，我有今天的成就，你不替我开心也就算了，你还要我放弃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大哥！你不觉得这些东西来得太诡异了吗？诡异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是吧？就因为你是我大哥，所以我一切都要听你的是吧？我还记得你说过，我们三个将来要成为蓝月大陆的英雄。现在我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，可你呢？还在原地踏步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非要一直阻止我，阻止我？我现在明白了，其实你早就看出了我内在潜质，所以你一直来打压我，控制我。说白了，你就是嫉妒我们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永远当你的大哥，而我就只能做那个被你踩在脚下的小弟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被我说中了是吧？长风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神王之子，你就是羡慕我的能力，嫉妒我比你强。神王之子？你说你是神王之子？没错。怎么样？来啊！冰封剑一，斩气无双霸气，雷子怒雷诀。大哥，这回我可以做英雄了吧？神龙战刃，现。嗯，真棒，好。哎呀，这个也不错呀。最后再说一次，不要再做什么英雄。你怎么会有神王之力？幽火诀，斩气，断魔剑，阴茎止水。老婆，明月，你杀了他！住手！哥，明月，老婆，天哥，别再闹了。听哥哥的话，离开法尊殿，回家好吗？闹？我在闹吗？家？这还是我家吗？我高高兴兴带着荣耀回来见你，还把你当成我的亲大哥，可你呢？你让我放弃这一切？你还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发誓做英雄的大哥吗？我还是我，可是你呢？还是你吗？终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我的话。小心那个黑袍。明月，你的伤应该已无大碍。我去山里冷静几天。无念，无寻。长风，你本来就不是一个自私的人。你这么做，一定是有苦衷的。对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天哥。何事心烦？无言老头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主人就是心太大了，他总想一个人守护整个世界，他能不心累？他能不难受吗？他能不喝闷酒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酒不错，你尝尝。长风，我问你，你用什么方法去守护？
我要独自封印四兄，不让魔神复活，这样天哥和明月就都不会死了。是否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去守护呢？你不要忘记，你的阳之力可以分散给个人，个人的力量强大，就不会有牺牲了，或许可以成全你的守护。无言老头说的对呀，这天哥他也有神王之力，你们只要兄弟齐心，就没有搞不定的小姐姐。不是，没有搞不定的事儿。他既能当英雄，你又能当守护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凯哥，你看，搞定了，搞定了。站住！非三族弟子不得入城。我是来找慕容天哥的。慕容天哥，你们认识吗？法尊的名讳，岂是你等平民能够直呼的？拿下！住手！谁允许你们碰他的？法尊恕罪。明月，天哥，好歹也是堂堂法尊，怎么还这么咋咋呼呼的？这没有其他人。对了，明月，我上次不小心把你打伤了，你没事了吧？没事啦。没事就好，我还一直担心呢。那你这次来蓝月城，是不是想好搬过来住了？我觉得你啊，干脆嫁给我算了。贫嘴。天哥，跟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儿？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你觉得那还是我家吗？天哥，小时候长风对你最好了，什么好吃好喝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长风这次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苦衷的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再说了，兄弟两个之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嘛，坐下来好好聊聊呗。你是不是不愿意啊？既然你都说了，我听你的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天哥。哦，对了，明月，我还要给你个惊喜呢。我之前听说过你父母的事，这次我在蓝月城啊找到一些线索，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可以认亲的信物？信物，这个就可以了吧？应该可以吧。太好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你们死。天哥，明月。你嚎什么？师父，哎，又做噩梦。哎，道灵殿有异动，你的小媳妇儿去了道灵殿了。什么？明月这么快就去了道灵殿？对，慕容天哥在短短时间内成为法尊，以你先前所言，老夫断定他使用的是幽火诀，是魔王穷奇的法术，背后一定是魔王作祟。我们万万不能让神王之力落入赤月魔族手里。此事当真，属下绝对不会看错。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既然如此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你应该明白。属下明白。要不了多久，赤月重现，我的肉身也将获得重生。
见过族长。法尊大人，您带来的可是我女儿。正是。女儿。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母亲，我的女儿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到母亲这儿来。你是我的母亲。此乃我族道灵宝玉，十多年前僧族混战，我不得已将半块宝玉藏在你身上，托于有人照顾。那时候你才这么小，你就躺在我怀里。可大战过后，我再去找你，从此你便杳无音信。娘，我以为我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娘，来，月儿坐下。这几日你且安心待在揽月城，为娘要补偿这数十年来对你的亏欠，你可愿意？愿听娘亲安排。乖女儿，此道灵霓裳受八象阵阵法。来人，八象阵乃我族秘术，高阶技能，可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防御能力。学会此术，凡夫俗子休想伤你。来，你好生保管。娘，总算完成师尊交代的任务了。居然将蓝月之火赋予招式之上，连为师都没有想到啊，真是奇才，奇才呀！神王之子为我所用，应殿钥匙也已到手，我穷奇即将君临这片大陆。这就是八象阵，在这圈内身体金刚不坏，水火不侵。天资卓越，刚学会八象阵居然有五丈范围，不知防御力如何。不要打我。不愧是少主，竟然如此厉害，不知少主还会什么秘术？我还会召唤术。不愧是少主啊，厉害厉害。为抵御赤月魔族，保护蓝月，即日起三族合并，并称抗魔军团。抵御魔族，护卫蓝月。抵御魔族，护卫蓝月。你终于来了，你到底是谁？逆改阴阳，改变历史，究竟是何目的？我因你而亡，也因你而生，你说我是谁？满嘴胡言！不管你是人是鬼，今日便要了结这一切。一断佛斩！
如今我已恢复八成功力，岂是你可比拟？本以为对付你还需要费些周折，没想到如此不堪一击。你师父走。是无言，这个老东西他还活着，看来计划需要提前了。你天哥，这朵花跟你比起来逊色很多。天哥，这次特别感谢你啊，那个你让我见到了我的母亲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也就不和你这个亲兄弟客气了，你有什么喜欢的尽管和我讲，只要是我明月能够办到的事情，你尽管开口。我要你，明月，明月，你嫁给我吧。天哥，你干嘛？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大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等你的。天哥，师父，你在做什么？那黑袍是赤月魔神心脏所化，老夫年轻时与他交过手，穷奇最擅长的是蛊惑人心。天哥怕是被那家伙控制了思想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现在师父把毕生功力都传授于你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天哥，师父，你快停手！臭小子，命由天定，逆天难改。无论哪个世界，我都是你的师父。你让老夫为乖徒做点事吧。这次你放心，为师死不了。杂念如此之重，技不如人，不甘心又能如何？他有神龙战刃，你有什么？我有可以让我变得更强的师父。很好，这才是我的好徒儿。你拥有的神王之力乃是阴之力，可以将他人的功力化作你自己的，只要你自己愿意，可以变得无限强大。吸取别人的功力，这是为师送你的礼物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只有让自己强大，才能消灭赤月魔族，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？动手。动手啊。
这就是神王的阴之力吧？这种感觉。不错，不愧是神王的传人。慕容天哥，你听好了，战神殿与法尊殿自古水火不容，剿灭战神殿，消灭赤月魔族，你就是法尊殿的英雄，你就是蓝月大陆的英雄。明月就是你的了。三族刚刚联手，你竟敢来我战神殿动手？战神殿勾结赤月魔族，杀无赦！你含血喷人！我真是瞎了眼，信了你这个狼子，恐怕赤月魔族才是你的幕后主使吗？休得多言，有火诀。算你跑得快。来者何人？竟敢打扰本君的雅兴！战神殿第十六任族长袁烈携弟子拜见无言居士，恳请居士出山。如今，慕容天歌已成魔，不仅夺我功力，还欲操控三族联军。我继续任他为所欲为，蓝月大陆必将生灵涂炭。怎么了？青红，他不是我娘亲，他是赤月魔族假扮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亲眼看见他吸食人血。吸食人血？这里怎么会有赤月魔族的人呢？道灵殿怎么就不能有赤月魔族？你果真是赤月魔族的人？真的，青红呢？你又是谁？我乃是赤月魔族血教主。至于那个女人嘛，早就被我吸干了。娘，娘，你还我娘亲！明月，明月，让我来。既然你是赤月魔族的人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幽火诀。是魔王之力吗？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我们会再见的。我终于功德圆满了，赤月魔族奈我何，长风奈我何。女儿别怕，你未来的一生由我来守护，三日后三族联军出征，也是我们的大婚之事。邪教主果然没有辜负本座厚望，如今时机已经成熟。长风，你看是谁到了？长风，明月，你受苦了。长风，明月，你还好吗？长风，天哥的，他已经入了魔道了。天哥进入魔道，先不要对别人提及。
老夫倒有一计。勇士们，今日是我抗魔军团出征之日，也是我和明月大婚之时，此战必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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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护城大阵松动，定是赤月魔族来袭，勇士们准备出征。是。并非赤月魔族，而是战神殿来向你讨公道。乔峰，老别怕，我来了。想来坏我好事，对付你我一人足矣。勇士们，去城外围剿叛逆。是。天哥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如果你早听我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你我都会死。长风，你不觉得说这些自己都觉得可笑吗？啊？也罢，你死期将至，我就当你是风言风语。我告诉你，我以今非昔比对付你，撤退。你这点本事吗？如火诀。明月，乔峰，乔峰，乔峰，今日我们就做个了结吧。天哥，我求你，不要。不，时机还没到，最大的敌人还未出现。天哥和明月必须忍一忍。废物，下不去手吗？师父，师父，你为何要出走我的力量？可笑的，那是我借给你的力量。如今你要加倍奉还，包括你的神王之力。成奇，你终于现身了。长风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穷奇，师父怎么可能是穷奇呢？没错，我就是穷奇。当年人王与我一战，将我的身体封印，害得我无法神体合一。不过没关系，今日我欲夺回神王之力和影殿钥匙，赤月降临，影殿重现。本座即将获得重生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天哥。乔峰，天哥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拼命想阻止这一切，
却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想保护你们，可偏偏抵不过命运。也许你注定是要成为英雄的，也许从一开始就错了彻底。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已晚。影电线，大哥，大哥，道法回春秘术，居然会秘法回春术。天哥本性善良，被你蒙蔽，这出苦肉计就是逼你出现。这回不要再是小猫小狗了吧？是你找我的我吧？是的。有意思，以后他长得真像，看在他的份上，我就把力量借给你吧。小分身，这丫头的血脉居然是白虎血脉，不过。区区白虎分身，不足为惧。老道，该你了。暗夜神龙斩。明月，明月，长风，小姑娘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Oh.
这个位面的我该觉醒了。天哥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什么怎么样？我要去找那个骗子！哎，找什么骗子？不是你什么记性啊？那个油坊商人用假的赤月剑把我们的钱都骗走了，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哎，你谁啊？大哥，你放心啊，有我在，定乎……你出去。你哪来的金衣服啊？你也有啊？你也有啊？这笑什么？没事啊。饿不饿啊？饿饿呀、啊！明月，煮面给他吃。哎，哎，师傅，我赢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大哥，大哥，明月今日荣登道灵殿族长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下棋啊？走走走，咱们给他撑场子去。哎呀，不愧是我的小姐姐啊！不，也是我未来的女主人啊。走，师傅，告辞了。走了，走走。小姐今天穿的很喜欢，应该穿花的吧？不花的，不不不，我最喜欢花的。胜负未定，来日方长啊！哥，太导 ，O 不 OK 啊？你 OK， 我 OK 啊，大家都 OK 啊，那还等什么呀？准备，不可能！快拿好你的武器！大哥，原来我也有神王之力啊！天哥，这次一定好好使这份力量，我们一起来保护明月。嗯，我们一定会成为英雄的。大哥，马儿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来吧，兄弟，跟我一起干吧！为了兄弟。